喇叭河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天泉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生态环境保存完整，动植物资源丰富。当山间五彩开始褪去，喇叭河的冬天来了。白雪皑皑，银装素裹，在这片神秘的土地，偶遇野生大熊猫、小熊猫、穿金丝猴，是南来北往的游客最期待的事情。好，来来，这就是我要见的网友，他叫老高。哎，老高，我在这儿。哎哎，来来，盖叔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喇叭花欢迎你啊！谢谢你，谢谢。老高是天泉县林业站的一位工作人员，和我是在一个摄影论坛认识的，相识一年多了，今天终于奔现了。今天老高将带我去登访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精灵，这趟旅途我很期待。你来的时候在路上碰到长颈猴没有？对，我看见了，好像他们非常乖。好乖，那个要小心一点，晓得不？然后不能投食喂它，因为它习惯了过后，它很容易抢你的背包。啊，真的吗？要注意到。好的。好，这个也一定要知道。OK， 谢谢。那我带你到喇叭河去看一下。好的。走吧。去吧。冰雪覆盖的喇叭河，有清幽的山谷，高大的树木。笼罩在薄雾中的山坡，坐在路边发呆的藏球猴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谐。漫游其中，深呼吸，每一口空气都是那样的纯粹。哇，这是小熊猫。哦，真的吗？好的，叔叔，赶紧走。在前面的那棵树上看见没有？啊，好像看到，对对，真的，真的看见一个小熊猫，哇！换了一下，我要这样，找一个。这里是一个原生态却不原始的地方，高山峡谷、高原山地，飞豹蝶溪、日出云海。以此形成的以山地体验、森林观光、野生动植物观赏为主题的自然旅游资源，为更多人全方位认知自然、感知生态提供了窗口。好，今天带你到牛津沟去看一下我们这个生物多样性科普长廊。你看，有落叶葵，然后有这个云山，还有冷山，冷山在那边。看到了。我们沿途走，这里面还有大熊猫的蛛丝、冷箭蛛。哦，那比较多。哦，那可能我们会不会遇到大熊猫？很看我们的运气了。哦，运气好的话很容易看到。你看这个蛛子。哦，就是大熊猫吃冷箭蛛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前面那个一个观景平台，我们之前的巡护员就在那个观景平台上就看到了大熊猫。哦，这个看到没有？那个桦树，哦，我们本地喊桦木，哦，它之前允许砍伐的时候，这个就那可以做彩边。站到两旁，一片冰雪世界，雪花停在未落尽的树叶上，落入铺满落叶的山林间，大地的褐色和冬雪的洁白交相呼应，宛如走进了童话中。水浸润着草木，顽强的针叶张扬着倔强的个性。这样一条长度适中、道路平缓的步道，非常适合与家人一起来一场密林探寻。大家都觉得看雪嘛，雪景特别漂亮。哦，秋天的时候我们也来了好几次了。哦，不错。有没有动物？有很多动物啊，我都拍了很多。这里有小熊猫。哇，我也是。大熊猫嘞，我也希望可以拍。对啊，然后还有很多
啊、猴子呀，还有水鹿那些，哇，不错，都可以看到。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就是说好好玩一下，真的可以看到很多。好的，明白了，那我们赶紧去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每次愉快，拜拜。在这呢，我们不单可以偶遇大熊猫、小熊猫、水鹿、羚牛，还可以在一路上看到很多的一个植被。因为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，所以大家一起行动起来。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哦，我们才巡湖湾。今天有啥子发现没有？看到头鹿子，然后其他也没啥子异常。哦，嗯。然后这个是我们高玉山同志，是我们一期的福林员，哦，专门保护森林的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嗯。为什么选择当福林员？从小也在这周边长大，对于这片森林也比较熟悉。我看到了，就是我们守护的这片森林，山更青了，水更秀了，心里面还是很欣慰。所以我也很爱这份工作。生态福林员的工作也主要有哪些？森林防火、偷盗猎行为、乱占林地、乱砍乱伐，检查要你管护的区域里面有没有。毒品源植物种子，哦，一系列的还有很多条，哦，那么危险。成片的森林，涓涓的溪流，清新的空气，可爱的动物，总会让人不由想象，如果能天天都在这里，该多好。但想象总是美好的，无论多美丽的风景，天天看也就乏了。偌大的森林里，即便有鸟叫，有水流，有风吹树叶，当踏过枯枝落叶时，每一脚清脆的咔咔声都在传递着寂寞。一路向上，山顶又是另一番世界，蓝天白云，阳光洒向山腰，为它镶上金边，一幅初冬写意水墨画卷缓缓展开。老高，我听说了这个喇叭河的云海很漂亮，我觉得我想上去看一下。哦，今天由于这个天气原因，这个索道不能开，所以说我们也上不去。哦，今天我就带你到下一个地方你去看一下。哦，也可以。好，现在我带你到就是我们最高的一个观景平台上面看一下喇叭河。在景区山顶焦山观景台上，洁白的新雪映着灿烂的东阳，全身心感触那份近距离的问候，饱尝一份冬日的温暖。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巡护找大熊猫的调查其他动物的就是检测点，这些对吧？好像那个瑞士，我们现站在这个地方是最高地方，然后这下边就是动植物很丰富。老高说，喇叭河每一个季节都是不同的画面，面前的山他一座座都爬过，每一寸土地都有他和他队友的足迹和汗水，他们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和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，他们很爱这份工作，虽然苦，但这里是他们的家。山里的天气瞬息万变，山上还是一片艳阳天，下山路上已经雾气蒙蒙了。哎，老师，你们干什么？我们摘树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冬天可以种树吗？可以的，这个是云杉树。它是冬天种也没得问题，它适合于高海拔，它耐旱。那你干这个工作多久？我干了三十多年了。三十多。现在我们就主要就是，基本上这个退耕还林，我们就种树，每年都是上千亩以上。
就是说种了很多树，也管理让它更快的恢复起来。那我可以在这儿种一棵树吗？可以，我们一起吧。我来教你种树啊。够了吗？这个挖出来过后，你要先回一下土。嗯，回点这个土下去，现在就要把它踩一下。嗯，10年以后它就长大了。哇，那我要再回来，这样可以变这个地方越来越漂亮。天全县喇叭河镇90%的面积都属于大熊猫国家公园，也是退耕还林中极少有的全退镇。20年退耕还林的坚守，在这里已经是村民的共识。远处的那一片森林，就是十几年前村民们退耕还林时种下的，现在它们都已长成参天大树了。在大熊猫国家公园，有护林员的昼夜守护，也有种树人的绿色梦。老高，我们为什么来这儿？因为这个地方就是鲁子下来田野的地方。哦，你看嘛，已经来了，因为这个季节过于冷硬了，它由于它迁徙了，晓得不？所以说它也下来的比较迟。哦，你看这只就是雌性，如果说过一会儿时间长一点的话，它来的还有带小崽这些，晓得不？在喇叭河生态体验区，与动物互动是另外一种有趣的体验，和水鹿来一场户外约会，则是晚上的重头戏。生态体验区专门设置了这种玻璃观赏屋，可在不干扰水路的前提下，让游客近距离欣赏野生动物的自然生活状态。好，老高，谢谢你，这个时间非常好玩，我拍了很多很多很漂亮的照片，我要回家。好，欢迎你下次再来喇叭河。好的，好啊，谢谢，拜拜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欢迎你啊，嗯。在喇叭河仰望星空，脚踏净土，全方位感受这里生态环境向美之变。大熊猫栖息地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，这里不仅是了解自然、认识自然、融入自然的窗口，也能体验青山就是美丽。蓝天也是幸福的惬意。这里为何遍地都是古老物种？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如何在保护中共生共荣？一起探秘大香岭，带你走进北纬30度最纯粹的原始森林。